头条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辛全生，他叫马永良，啊，这一天我没少叨了他名字。咱现在看看我做的这个中国馆，我头一开始做这个，做完之后我感觉还行，完事之后我又和他俩人，我们俩跑了趟上海，去看这中国馆。我惦着做一个照着4米1/4的，差不多。咱那天量那个尺寸。但是我进去之后，我一看这个东西，我还真做不了。它里头那个结构简直是空的，对，它简直就没法弄。你看我这个嘛，实际上你看了，这个这盘都是活的，看了，你看，你看了吗？这都是活的，榫卯呢也都是活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你看，我看榫头在哪儿嘛？我现在不想扎它了，原因是嘛呢？头一开始啊，你看这个，看了吗？这就打开了，我看。哎，这条拿来可得了，行吗？对，拿来可得了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我是全手拉的，看了，全是手拉的东西。你看这个东西，这，我看是伸手拉的吗？哎呦，真是那小劲儿，擦擦擦的印儿、啊。你看，都是自己抢的，看到吗？这劲儿。可不，这残印儿抢的。但是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说真的，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做这个东西太长。如果当初我头一层开始下胶，一层一层的，这种做完就舒服了，因为它这个东西下不了胶，你看变形。对，它长，它变形，这是一个。你看我这地上，全是蛤蟆尖，看到吗？这东西做完了50多斤，你看，看了吗？好料，打发的小条子。这里的料有他的功劳，就差不多都他给刮出来的。要是我刮，我也刮不了那么方。那看穿着几个料都成嘛样，成。要不说东西都得做胶呢？对呀、啊，他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。其实我做的时候它挺严实的，挺直溜的。这玩意儿你它没有管头，关键是你要都榫，我这里好些榫头啊。这不是这个，这里头也不是都扎起来了，这里头进去这全榫头，不都掐腰子吗？不都掐腰的，哦、看见了吗？好些都榫头。你不榫头更，你要是穿这样，你要是全这样码起来之后，这东西就要不得了。所以说我安排的都写的这个这等于这面这几颗就写的一圈柱子上了，这活这样做根本就不行。所以说我惦着做一个，后来我也没敢弄，因为那个我觉着反正走反正不行，推行。我头一开始惦着找一个便宜点料，找那个大红檀，大红料吧，对吧？哎、对，你们老说大红檀，其实大红料啊，大红料，我惦着拿那个做，那便宜，我都买个7-8吨也就够了。后来不行，哎，这东西咱做不了，这个东西做完了，它没有这密度，它就不好看。对，你数那档子，我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些层，它根本就没有那么些档子，它立着那么大档子，好像它那柱子是3米乘3米，好像。嗯，是吧？嗯，五块砖，五块砖，对，它就是这么一个过道，这么是15层一个台阶，等于是10:1完全复制。我复制不了那个东西，咱说不行的，咱就说不行。我头一开始做完这个，我想做大的嘛，将来这个我把这个层都打开，一层一层我下了胶，下了胶我把它粘上，拿卡子卡上，对，再打上原木榫，我把它都钻进去，这活就落住了。要不现在以后还变形。变形啊，你没办法，就是这一框子。你要是这样，比如说你在这块打一个榫，要把它压上。对了，你要是这个框子沉点，你一压。现在这框子不轻啊，不轻也不行、啊。不轻，这么一摞嘞。对呀、啊，它才多，所以说，哎，师傅，感情太用心了，里边都是白的。其实他那是灯照的亮，代表着。他那个是那个板子，塑料的那种板子里头。真的是铁的皮。对，它是铁的皮，我这里头是石刀的，这个能拿开。师傅做的这小托，这小脚丫太帅了啊！这个是双榫，看看，小脚挺帅的啊。嗯，它这个手这头全是刻那个蚊子。嗯啊，灰蚊。这个头，你比如说你要弄4米长，我这个头我怎么看也没法解决它。你把脚给横过来，人干谁掉了？你力差，你叼着动啊！哪玩意慢慢蹭呗！我天哪，那就蹭的，那回来之后，咱妈走不动了也做不完。这个东西弄完之后，应该就找一块板糊上，掉完了或者是怎么的糊上。对，但是应该是七个头粘上它，那就没意思了。那所以说不做的原因就跟他有老大的关系。嗯，做不了。让我做那个一千
300多斤的炉板锉，那个我能做，那个东西做完了，我拿金丝口摇口。对，它那个东西是到门后鼓好。对，这个东西它没有鼓的地界，所以说你这个你飘的，它就不行。再说挺细挺长，耐变性，不下胶不行。啊、它太细，你要所有的东西都得下胶，其实应该。对，但是你现在你做这玩意儿怎么都不下胶呢？咱是展示一个手艺嘛，你不能教我怎么展示啊？对啊，看不见了，离着顺毛嘛也看不见了。其实主要是让这个活闹的，你也比如说啊，就一种看不见。一会儿我老陆也讲讲，咱就来几不来就算。就说一个看不见，看着外皮就这个茧一模一样，里头最少我能做5种做法。对，你看外皮保证是一模一样，打开最少我能做5种。但是也没必要，里头那个那你话用啊？像再深的地界，咱也用不着多讲，讲得罪人有嘛用呢？玩意儿玩干到时候这个榫卯结构环环相扣个儿那个呢，长点知识长点见识呢，个儿把持几个尺度都完了。对，好，咱也就那么早，咱下头呢来干嘛？师傅啊，其实我最佩服你，别看咱俩等于是都是手艺人。你上去中国馆来，那完说其实你又开始扒扯我嘛？你又说我咋？我你听我说啊，其实我感觉那都不叫嘛。我感觉你最好的以这个手艺人的一个眼光看吧，你最好的我感觉都是你的足球，那个有王柳王足球，我感觉那个太犟。那个我做了多年了，可年头不少了。我天，行，好，就这样，咱下期咱拍足球，足球好。